在闲中之后七七情况当中都要怀有几样一颗身兼见别心，他的心态心里面干的样子有力量在这里，你的朋友要忙，你的欢乐两百人接一张碗，两百人在庙那边搬庙的茶。哦，那个时间没上班，今天摆摆了那两条五万两，当天摆摆了五千三。啊，这个位的时间早班，那早班的资金啊，先赚五千两千。当天摆摆了五千三，摆了庙够超级班，够中级班，够高级班，够四行进修班。一个礼拜到几场噶？上少都三百以上。哦，好吧，几场噶？新装班万五，德行进修班买点来去，江苏的一班买点来去。哦，上少上少一礼拜等于三百，等于啊，你有路边去，我听到就是用贡献文化，农村。所以就是安尼俾你做嘅，那控制到咯，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思维。这个旧嘅道理，就提来研究以后，咱就产生新嘅道理出来。啊，只系咱大部分人唔行，做咱嘅老师。啊，无咱正常嘅看法嘛，是即系一个看嘅，就是跟经公经，入做多跟素书，见一面。我让你看看什么？男性价值就是新人变改。不能去控制。哦，一些人这些心理障碍，健康问题，一个一本经典观念，那就无法不一样嘛。明白了，哦，一个一块十五年，讲正能量问题，讲十五年，讲十几遍哦，拢讲正经，如果拢正经，你话正经，点点是正经讲的。哦，你看嘛，一本正经。现在人家的观念叫做扩大光明，啊，阿鲁法鲁先生，啊，所以呢，他们提起提到不给念佛，这方面的信息啊，仅仅都长板手边，仅都空间在扩大你的心头，心光欢喜，哦，哎，观音经不是难呀，哦，观音经，观音经是宝贝呀，啊，就算靠这些姑娘，哪一个是平台写的呀？这样子清晰了，搞清楚。啊，听再多看，看了够欢喜。所以有人说，不按新闻之前做事，不应该是大人事。搞大人那是几个人？大人就是华文，华文的人。不按新闻之前做事，不应该这是不行的。啊，你再不要干，不要干。啊，看看咱们这个，哦，两体的照亮很大呀，哦，稍微看不清嘛，都是看不清嘛，哦，当然咱两体的是，咱两体，咱中华人，阿拉不在，咱两个，啊，所以咱看不会，他会尽力看不会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所以你一年打败那一个人工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心中怎么？积极生活当中，人常生活当中都要怀有一颗纯净啊、纯净正念的心。啊，大家这样，把这样子带出来。所以，咱爱破一颗纯净正念的心，这样大家今天才能信，这样大家今天才能善良。啊。这叫评价他的良心呢？那老一辈政治正人靠几点呢？这干秀名官呢？秀名官呢？无秀县官呢？县不那个钱，县不那个钱，还是不那个钱？啊，县了那个娘的打几岁了？这些心呢？你在民族的经济讲的话，这一心比一心。第一线，这一年准一线，要一线，衰十年，准这两线，要不两线，
较妙的呢，他这个心比较准的，念比较准的，做天大路的。我看不见你，你看不见，侬根本没了。阿爸也讲过的，我讲一点关心见不见，哦，哎，个人修个人的，个人看个人的。所以，侬爱唔好不要再做条条有结结的结结互动，哦，咱一世人当中爱有结。顺境境地啊，顺境境地的境地的心来做，唔当然做条条的咱日常生活中有特别的，当然有特别的意见，以境界给咱的尊严，以所作所获来跟大家，我们提供啊，所以咱有特别的意见。前天正心别一主题，那你错误，我怎么后悔那后天黄天是黄天月亮吗？一种情况心脏发到没发九千年的那儿，叫你弄回来。你当前面正心，阿弥陀佛，你是在干什么？你是在干什么？咱既然静心啊，瞬间静定心提不出来，啊，那个了解，只要静心参禅。九年先九年见到，只要心心贪心，难走活不难。先九年一点见到，成功不了一点，贡献九年九年都是呀，恶人平常没得过怕，这个也可以啊。所以，难只要九年贪心提不出来，真正是心光恶出来就掉了。接着心比较紧的那种情况，好，这就是心间这块各方面，心满心各方面，啊，那个树下何处无叶脉，心得莫把这了，这个部位长肝胆，心地黑色，咱来处理掉这样子的。树下莫家呢，这几样子咱来搞搞出来，啊。既然修无暇，修相无暇呢，大家要去检讨啊。所以呢，当然啊，真心贪心都先有一点检讨，这就是心间这个过道心，也叫做一点三脉，跟什么人这个连脉啊，连公家，安等，安点这个情况呢？咱比较厉害就是心无尘，哦，心无尘，咱比较厉害是，咱这里，哦，好像都最厉害，可以，那人家得完一完的，还经过交接来跟进，那个对接就对，就在讲不够可以的，不够可以，我再来讲，时间不早，时间不早，难道？我让张大清张啊，所以大家哄他一切，今天来做啊，这样就让大家心里面空，等于空间，谢谢。好，回去。Thank you.